身上出现莫名紫斑，当心是癌症警讯。有听说一个北北来，他站不起来，需要人家再拉起来，肌肉都没有力气，然后会酸痛。仔细看他的脸呢，他的脸眼皮上面有一点紫斑，手的背后有一点紫斑，这个斑再加上没有力气，你就要小心他是不是皮肌炎。除了治疗这个病之外，这个皮肌炎跟很多的癌症有关，后来就发现他还有大肠癌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